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，最棒的蜘蛛猴。妈妈，这边这边，哇，电梯下来了。爷爷，我们去玩了。去玩吧，玩得开心点。那我们先去了，小心点，孩子们。我拍这张时，一个微笑就做了100次。彩虹这张，拍摄结束，小雨点都被送去修理了。再看你这张，你还是先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啊，杰克我也认识，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？那是平时，你要知道，杰克工作起来可是很拼的。总之，按以往经验来看，你这次起码要3个小时。啊，不管了。这次终于轮到我做封面人物，再辛苦也要拍出最棒的照片。你好，我是蜘蛛猴杰克。你都来了。嘿，闪电，很高兴为你拍摄这期的封面照片。你不用紧张，只要像平时执行任务一样就行，其他的交给我就好了。好的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哎，对，非常好，不错不错，眼神坚定，保持微笑。好像缺了点什么。啊，对了对了。哎，对，抓住这个感觉。来，看这边，不错，手抬高。风暴，杰克到了吗？到了。啊，那闪电的状态怎么样啊？你们还是自己看吧。动作再舒展一些。对，非常好，已经找到些感觉了，不错。要保持微笑，灿烂的微笑。这边，杰克还是那么专业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他需要支援。啊，有任务，切换信号到大屏幕。等等我，我们今天有任务，拍摄看来要改天了。任务啊！啊，是兔爷爷。观光电梯卡在高空了，孩子们都被困在里面了。您别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闪电和我先去救援，彩虹流星执行完任务马上来增援。是。宇宙护卫队出发。风暴，闪电，闪电击车，风暴机车出发。准备降落。是。我们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宇宙护卫队，快快救救我的孩子们呐。大家往后退，注意安全。大家往后退，留出安全空间。闪电，马上开始救援。收到，闪电飞速。闪电哥哥，闪电来了，大家退后。
一些，我要开门了。我来了。我又回来了。我先带你们下去。大家离门远一点，注意安全。救下来了，太好了！来，下一个。哎，让一下。来，非常不错，好。这张不行，这张也不好，这张不行不行不行。哎呀，我得找个好点的位置。啊，有了！放心吧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来，再检查一下安全绳。我的还没系好。哇，不错，这角度太棒了。坐好，我们下去了。别害怕，马上了，就安全了。我的鼻子，闪电哥哥，别！哎呀呀呀呀！太棒了！别着急，小心。胳膊好酸呐。我在记录你救援的过程啊，真正的英雄在工作中才是最帅的。太危险了，快下去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不好，注意安全。别怕，我来了，来。闪电哥哥。电梯失控了，他还不来。妈妈，怎么样？还好，只是闪电飞梭快没能量了。坚持，彩虹流星正在赶过来。收到。闪电。有一节维修梯，过去就安全了。妈妈，你别哭，妈妈很快就出来了啊。彩虹流浪！
彩虹。风暴，风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杰克哥哥，你看，我的相机，给，谢谢。哎呀，老搭档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。怎么设置在自动拍摄上了？哎呀，妈妈，孩子们，妈妈，杰克，杰克。刚才很厉害啊，不过太危险了，以后不要轻易做这种危险的行为。抱歉，下次不会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谢谢你，多亏了你，大家才能顺利脱险。是啊，而且我们还要谢谢它的尾巴，蜘蛛猴攀爬时手脚并用，尾巴也能用来辅助攀爬。尾巴是蜘蛛猴最好用的工具，也被称作蜘蛛猴的第五只手。这么厉害。哦，对了，闪电，我拍了很多照片，你看看哪张最满意。啊，是吗？我看看。哦，风暴，彩虹，你们快看新一期的聚焦星球。哦，这么快就出版了。快让我看看你的封面照片。颜色很好，构图也很新颖。哎，杂志出版了。闪电，哪个是你啊？怎么了？好了，你们别勉强了，这是我坚持要选的照片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因为这是我眼中最棒的英雄时刻呀。勇敢的护卫队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